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龄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很多人的想法是，我把这个活包给你了，你是专业的，我不懂，我只负责出钱就行，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做好这个项目，其他的事情我没时间去管，也不想管。做 SEO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必须亲自参与，很多方面要跟服务商充分沟通，如果没有足够的沟通，也没有专人负责整个项目的进度跟踪和确认，那么这个项目到后来肯定很难有效果。你都不关心，我还给你做到90分，60分及格够了，不能再多了，还有其他客户要服务，急切要看到效果。很多是觉得自己花了钱就一定要很快看到效果，其实有些 SEO 的工作是很繁杂的，可能你之前在别人那里建的网站结构不合理，或者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服务商需要帮你慢慢修改优化。通常在谷歌上能排到第一页的，除非竞争度的确很低，否则很少会是刚建立收录的新网站。还有一些外贸人，心里是理解白帽 SEO 需要时间，但是自己是急性子，所以总是忍不住催促服务商效果，这也给了服务商很大的运营压力。怎么排名还没上来，等了半个月了，抱歉，新网站谷歌收录还要时间呢。另外排名的话，做白帽 SEO 是需要时间的，没那么快的，那你给我个准确时间期限，什么时候能看到排名，建议降低时效上的预期，而且别把希望完全寄托于网站 SEO 上，天天做躺收寻盘的美梦。你的网站是你的虚拟资产，是需要细心经营的，用钱能快速提升资产价值的东西都不长久，所以理解一点，欲速则不达。不管什么行业都适合做内容营销，之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说过， Industrial Use 的产品会更容易做谷歌 SEO 和内容营销。大多数情况下， residential use 民用类的产品、日用品、家居用品、快速消费品等，在谷歌上排名的竞争难度较大，因为第一页几乎都是电商平台，而后者 industrial use 类的产品，由于在排名上竞争难度低不少，因此比日用品更容易去竞争产品词或产品类别词去排名，而且有些产品很专，应用领域很特定，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人就完全不了解，所以它更像一个小的细分领域。可以这么说， industrial use 类的产品相对来说更适合去做优化和内容营销，获得质量更好的流量，进而转化成有效循环，并非是说所有的 residential use 的产品都难以通过 SEO 内容营销的方式将自然流量转化成循环。我认为有一部分产品是这样的，比如大多数日用品大陆货价值低又没有体验度，社交平台企业号产品传播不动，涨粉慢，最终用户也不太热衷去搜索的产品，这些做 SEO 靠内容营销拉流量转化循环的方式效果不是很理想。当然 residential use 的产品里还是有很多类产品适合的，比如数码产品、智能家居、电子类产品，本身很有体验度，也容易在社交平台上传播，这样的话建站、引流、转化循环等等都是可以的。比较好的例子有很多，我就不列举了。不过内容营销并不好做，因为你自己写，没有一定的功力和充分的时间，你写不出10篇以上高质量的英文文章。其次，你外包平台上找写手来写，光是写手和筛选写手就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写出来的质量可能完全让你失望，内容质量完全不如现在谷歌上排名很好的网站上的文章。另外，写的内容方向也很重要，需要做关键词研究和搜索需求的分析研究，然后考虑写什么内容能产生搜索的流量。如果写一大堆没有人感兴趣、没人搜索的文章，也是白费力气。基本上，
我所认识的英文 B2B 网站上内容营销做得好的，基本上都是自己坚持做的，不少是机械行业，文章大部分都自己写，一小部分外包。自己写的文章让老外修改润色，花了很大的精力在内容创作这一块，都起码坚持做了一两年以上，逐渐看到网站流量稳定提升，每个月自然产生的询盘也逐渐多了。我为什么没花太多精力做内容营销？首先，我这个行业国外公司写的资料比我更详细，其次我低脂一号品完全靠走量的，过来的询盘通常问五箱十箱的量，问题是我一般走海运集装箱，都是装几千箱的，实在这类询盘没法做，也找过原因，优化过，针对大批量批发的或进口的改用过批发进口类的词，但结果是询盘几乎没有，这我也没办法。一是因为确实没有足够的关键词数量级和足够数量的高质量的页面，排名难做上来；二是因为我精力主要用在主动开发的客户上，而且这类快速消费品大批量的进口，专业买家找寻供应商的方式主要还是通过展会、 B2B 平台、社交平台等等，直接搜某一个产品或产品类找到个网站就发询盘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而特定用途的机械或机电产品或者其他工业品，由于内容更稀缺新鲜一些，如果你能坚持产出高质量的内容，那么逐渐就变成类似于细分领域的权威站，情况比快速消费品要好很多。自己不去积极引流，现在社交平台特别多， Facebook 小组、Instagram、 Quora 等等，很多平台都可以引流，你自己不去了解，指望服务商能帮你发布内容引流吗？虽然可能有少数私人或小规模工作室的服务商可能会帮你去做这么具体的服务，但是 99% 的服务商不会帮你做的，你需要自己重视社交平台的流量，去用文案、图片、有创业的视频配合内容营销，去多积极把流量导入你的网站。有没有成本更低、更快速度完成 Google 排名推广的办法呢？答案是有的。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在同等长尾词条件下，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有很多朋友会说，拍视频的成本太高，海量生成不现实，所以今天推荐一款 SEO 神器给大家， Cat Video， 采用 AI 引擎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帮你捕获精准客户。